有，接下来练习发夹弯。对，会甩啊。会甩啊。嗯，这比较甩。而且我在这个离心比较大。啊，对啊。看起来。然后你们要开，所以你们要注意看我的啊。好。好。然后前面车过那天桥，我就可以出发了。好，现在这边这个第一根柱子就是 A 一点 A 啊。刹车，转滑，油门都是不停的啊，都是到底的啊。到刹车点，放掉重踩刹车，转向点到了，转，然后滑进来，到刹车点刹，转进去，哇，甩尾，没有甩尾，刹车，好，到这边等，你有看到我在开吗？有、哦、啊，我们油门出去就是没有停的，就是到底的啊、哦。当然你们可以试自己的这个驾驶的那个习惯，能稍微修饰。但是你看我的刹车点是到这边点转，都是一气呵成的，对不对？再来是八甲弯，现在我们开回去会稍微慢一点点啊。你看，我们对着这个弯过去，然后我们会刹车啊，然后转进来，转进来，很多人会抛出去，我建议抛出去，尽量选在里面回方向盘对正的这个弯道出去，看看对正的这个弯减速弯顶点到了。然后每个教练的开法都多少会有点不一样，然后这样切进来，啊，用急，但是这个弯比较急，所以我们回去的时候要比较慢。刹车，啊，我建议超过这个弯之后转进来，不要像前面那位教练一样开得很怪进去。我喜欢开在这个直接切进去，这样比较快。谢谢，好，谢谢教练。等一下，我要换车开，你们可以换座位。好，你要先。